Hello， 各位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这个一拳超人的服装呢？对，真的一定要买哦，因为它在这个激战竞技场非常的好用。来跟各位朋友报告一下，为什么非常好用？来给各位朋友看一下哦。好，这个是我这一期的一个战斗，然后战斗记录在这边，有没有看到？在四分钟前呢，跟三分钟前啊，遇到这个 Wild Worm 还有这个 RCC 呢，他们看到我就弃权了哦。而且他们的等级呢比我还高啊。那我在想，有可能是因为他看到我买这个时装，以为我是课长，他就是选择直接弃权了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看看，再试一次看看配对。好，如果说真的又弃权的话，那代表这个时装真的是非常有用，别人看到就会怕，就会弃权。好，我现在遇到68级的，我就在这边，好，我就先禁用他的武器好了，我就看看会不会弃权。我刚刚遇到的是66级的，66，哎呦，这个怎么没有要弃权的感觉？好吧，再来，我选择火武器。好，我们再等一下，应该等一下就弃权了，稍等一下哦。啊，这个，哎，怎么还在选魔灵？可恶！好吧，那，哎，这个人很撑哎，这个人有点撑哦。好吧，那我怎么办？啊，继续打好了，我选光疗。弟弟，不要跑来跑去啊。因为没有光属性。他选择火奥跟火沙漠，那我要选择什么？水的，可是我水的很弱呢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我待会把它火的封掉好了，然后这两只好了，就这样。杰洛斯跟我的封魔剑，天哪、啊，可恶！我想要杰洛斯，我看看杰洛斯。哎、欸，没叫我说我家里哦。不是，不要一直用我来啊，选择一种魔灵。有说我家里哦，哎。我要选择什么比较好？选择这只好了，这只好，这只破防。怎么那么多五星？你不要一直在这边啊！你怎么那么禁用敌方的魔灵？我想一下，禁用它哪一只比较好？根据我的研究，这个最强的吧。火奥，我觉得火奥很麻烦。哎、欸，火沙也很麻烦。火奥、火沙，好了，火沙好了，通常火沙都会满。天哪，他把我的这个火上血封掉，哎，这样子的话我就没有防御的，没有补血的。那我要把谁拿掉？把这只拿掉好了。等一下，好，这只好。OK， 那我连结的话，我就连结光鸟。好，如果说我怕的话，我再复活。奇怪，本来这一场是要给个朋友看一下，就是对方会弃权的哈，但是刚好这一场没有。好，但是前两场真的有，前两场真的有。好吧，那既然这个人那么不识相，我们就把他秒杀吧。来，再来秒杀。好，秒杀这个不识相的家伙。哇，天哪、啊，是我被秒杀，怎么那么强？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，这个谁 ？Noto 三嘛，怎么那么强？可恶，难怪，他应该也是个课长来着的哈。我觉得一场不准，一场不准，我待会再试个几场一下。啊，这个人很强。你看我的这只不知道在干嘛，在那里发呆。哇，挂掉了。好了，我这场输了，这场输了。好吧，再试一次哦，再试一次看看对方会不会弃权。好，因为一场不准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刚刚那个等级确实是有点高啊，他想说高我四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就算我是课长，好、哦，他可能也不会怕，好吧，那再一次好了，配对，确定，好，再试一次哦，看看对方会不会主动弃权。63级，哎，有机会，好，禁用他的这个暗属性的武器，然后接下来我选择火属性，好，弃权吧，这个。Nicole Death 弃权吧，有没有看到？我有买时装，快点弃权！你看，有没有看到？各位朋友有没有看到？弃权了，弃权了，弃权了！我弃权了。对，我爸爸不用打，我就赢了。再一次，好，我已经验证一次给各位朋友看了，再一次。好了，全部都弃权吧。原来时装最主要的用途呢，就是在打激战竞技场的时候让别人弃权。我们看一下几场了哦，一二三，三场了，有没有看到？累积三场，对方弃权了，再一次。现在我的胜率高达75%，好，63级，哎，这个也有机会。好，我们选择禁用他的这个暗武器，好，法师的话禁用他的暗武器准没错。嗯，他感觉在考虑要不要弃权当中，又弃权了，各位朋友，有没有看到又弃权了？好爽哦，我已经连胜了两场了耶！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哎、欸，弟弟，不要一直在那里干扰我。可是我来帮你盖被子。你看，各位朋友看到我这样子，哦，就只是按个配对而已，我就晋级了。再一次哦。稍等一下，这个读取要一点时间。
也很多时间，不是一。好，对手入场当中，好，在等他。好，他进场之后呢，这个画面就会跳到刚刚那个配对的画面了，就是选魔脸，也还是有可能。哦，这个人64级，很暗。好，我们先禁用他的暗武器好了。我要说是暗了。好，他封掉我的光武器，那我选择火武器，我就看他什么时候会弃权。他选择了水属性的武器。这个人的名字我真的不会念，这是太武。那你就用电属性啊。好，我们选择水沙漠。我其实我不太喜欢跟战士打，战士很不好打。他选择火奥跟水方。然后我选择火上拳好了，跟风魔剑。他选择的，等一下哦，他选择这两只，我想一下，好吧，反正我也不用想，因为我选来选去就这几只啊，我练的就这几只而已，有放符文的 ，OK， 好吧。水瓦其实蛮强，很硬。可是我要封掉谁？他好多水的哦，他怎么那么多水的？封掉他的这个字好了。哦，我要给他封掉。哇，他把我的封魔剑给他封掉了啦！可恶，气死了！封魔剑封掉怎么办？我没有输出了，好吧？那我把这个火上拳给他拿掉好了。天啊，满满的水属性哎，可是我只有火属性可以打他。囧，待会先锁定他的光鸟好了，这个人。很有策略哦，我一直都没想到他会把我的封魔剑封掉。封魔剑是我战力数一数二高的，哎，好吧，这样打完来收拾一下我儿子好了。可恶，一直在旁边干扰我。好，哇，没有问题，这场应该问题不大。哇，问题很大。对，问题很大，你在这里干扰我，问题就很大。好，不要在那里用我啦！哎呦，可恶，我被挑衅了。小心的话呢，就会一直打那个战士本身啊，但战士本身其实不怕痛，哦，血又多，防又高，所以最好还是锁定他的魔脸来打，先打他的光脸好，不然他光脸他还会再复活其他只。好，敲他的光脸。哇，他其实蛮灵活的，他会一直切换他的连锁的魔脸啊。我来帮你玩。不要，会挂会挂。不过呢，有一个好处，哦，我改杰诺斯好了。杰诺斯要放哇！杰诺斯大招，看到各位朋友看到杰诺斯的大招，不过好像没有造成对方什么伤害就是了。啊，有，杰诺斯好用，杰诺斯好用，杰诺斯造成了巨大的伤害。杰诺斯是底线啊！哎呀，不要吵我啦！哎呦，你看，五星五星五星，好不好？五星五星，好，快点，杰诺斯放大招，杰诺斯来吧。这是一场持久战，他打不死我，我打不死他，我们两个就这样子一起僵持的，然后到时间结束。对，我觉得真的很花时间。他要不要放弃啊？可恶，大哥，拜托你放弃好不好？这样打很久呢，双方彼此都没办法把彼此秒杀，然后就一直这样打。有了，有机会了。他现在血变很少。好，杰诺斯再放个大招，对，再放个大招。好，感觉我的一面比较大哦，待会再放个杰诺斯。哇，他血怎么又回来了？可恶的水方真的好奶哦，每30秒体力恢复减少15%。好吧，我待会我就把那个超必杀跟那个杰诺斯的那个二技一起放好了，看看可不可以瞬间把他带走。好，先放连拳。哎，有了，好，再放这招，放必杀，再放这招。哇，爽，全部都给他接起来。啊！可恶，还是没带走他的战士，好吧。哦，他战士怎么那么……怎么有杰洛斯五星？花钱抽的啊，花很多钱，你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对，你吃饭钱都被我抽光光了。好了，耶！可恶，他战士怎么还活着？可恶，好难打，真的好难打。天哪、啊！难道我又要重新再来了吗？累积一堆怒气再来一同时变哇！哎、欸，他真的好烦哦，怎么血又回来了？天哪、啊，这个人，哎呀，可恶！真的没完没了哎，怎么办？这个人也太惨了吧，打好久了、哦。大概要打了12个小时。没有那么久了，你乱讲话。才打几分钟而已，等我一下，不要在那里敲敲打打的了。呀，我又在敲敲打打。哎呦。姐姐是第二个。哦，真的好难打哦。
换个最糟好了。好，我现在等那个必杀哦，必杀起来之后呢，我打算累积的这些魔力只能一次给他放光光，就是先必杀，哎不对，应该要先打连拳，好，杰诺斯的那个连击，然后再接比较好。哎呀，可不行不行不行，我的鸟会挂了，我鸟会挂了，哦还好我刚刚放了个无敌，好吧，那也不能熬太久，不然的话鸟会挂掉。我的按钮，好，先放个连，哇有了，好了放这招，好。放必杀再接，哇！可恶，没接好的样子，可恶，还要被他奶回来了。哎呀，不过他的那个他的水方挂掉了，有机会，把他水方挂掉了，光鸟挂掉了，这一场我赢定了。好，这是一场持久战啊，赢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他放弃了。这么赢了。好了，不打了，好了。很开心哦，跟各位朋友，没有给你玩，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时装的用途呢，主要就是让别人看到之后会吓到，然后就放弃了。OK， 那就分享到这边，各位朋友，祝福你们今天场玩的开心，拜拜。拜。